時候，其實是很震驚啦。但是當我知道的時候，其實你頭先一直都冇揾過我，是我即係揾到，即係覺得又可以，所以我才會想去聯合醫院問啦。但我知道的時候已經是19號啦。但是他哋咧由4月1號到4月19號一直都冇同我哋聯絡過，是我哋自己想去聯合問他哋咯。點解你想去道歉？不如我俾翻100句道歉佢，佢俾翻一個健康嘅媽咪我。我覺得你好突然咧，咁當然會好震驚啦，係。我覺得作為一間咁大嘅機構，應該要有膽大，即係由你知道件事開始，已經要同家屬溝通，而唔係要好似我哋無在顧慮咁，係我哋發現呢件事先上去問佢哋。但係我哋得知原來其實佢一直都調查緊，但係佢冇同我哋講過咯。